月二十一日消息，曾担任《天空之城》《萤火虫之墓》《幽灵公主》等作品美术监督的山本二三，于8月19日因胃癌去世，享年70岁。他还负责过《世界树迷宫4》《传承的巨神》和《世界树与不可思议的迷宫》的背景美术。该系列官推也分享了2张作品来纪念这位艺术家。新海诚悼念他，很伤心，非常感谢老师过去的支持。山本最初在学校学习建筑，但后来他发现自己对动画的风景特别有兴趣，并出任宫崎骏的动画电影《未来少年柯南》的美术监督。1985年，吉卜力成立后，他被邀请加入吉卜力工作室，开始他的第一部吉卜力电影《天空之城》。山本二三作为日本著名的动画美术导演，参与过多部知名作品的美术制作和监督，广为流传的《天空之城》经典场景原画就出自山本二三之手，因其绘画的云极具特色，日本人昵称其手绘云为二三云。